자, 와주신 모든 분들 너무너무 반갑습니다. 드디어 4년 만에 제가 대만에 오게 됐습니다. 大家真的是非常啊，好久不见，很开心见到你们。终于再次来到了台湾了，暌违四年。今天的第一个舞台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 新的 energy， 欣赏说哇，这就是一个世界巡回啊！然后我就渐渐的领悟这个道理了。因为累积了很多的经验，所以想给大家展现不断升级的舞台。所以今天呢，我的歌单上面也有变化，然后我准备了很多东西哦。